我請陳志全議員繼續發言之前，我要對蔣麗芸議員剛才提出的有關議事規則的問題做一個裁決。蔣議員提出質疑陳志全議員剛才的發言呢，是否符合我們議事規則第68條第3款所規定的對於一些沒有修正案的總目進行辯論的時候，這個範圍是限於那個總目裡面的要需要撥款的服務的政策，而不應該是涉及總目之下的各個子目或者分目的細節。我認為陳志全議員剛才的發言呢，大部分的內容都是就這個有關的總目裡面的服務的政策發言的。除了有一點，陳志全議員呢剛才是提到政府從區議員去任命官員的政策，這一條呢我認為並不屬於選舉事務處提供服務的政策。不過陳志全議員呢剛才並沒有就這一點呢作冗長的論述，所以我並未加以制止。但我亦都提醒陳議員呢，因為你已經是第5次發言，所以請你盡量是就你要論述的總目它的服務的政策來到發言。陳志全議員，多謝主席。主席這次英明，其實我是非常之克制和非常之是局限我的發言。如果我剛才要深入政策呢，我每一個補選每一個新劃選區呢都可以繼續講，但可能因為剛才我講到補選講到特首補選，就呢搞到蔣麗雲的好朋友梁振英，所以他就要喝停我可能啦。不過現在我不講補選啦，我剩返呢其實諗住剩我都係發言多一次半次呢就完成㗎啦。其實呢除了補選這個問題之外呢，另一個選舉事務處有兩點呢我是要補充的。第一點呢就是關於行政長官選委會，即是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這個問題的。現在呢選舉事務處呢是會負責部分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界別分組選舉的。咁大家呢可以上到選舉事務處的網，走入去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就會看到，但是這個呢只不過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我想提出的就是有一些選舉事務處沒有包括的界別呢，那個選舉是非常之混亂。我舉一個例子，不論盡不侵罪了，就是宗教界。宗教界的選民基礎呢，沒有選舉事務處當然沒有掌握啦，連宗教界他們自己都沒有掌握的。即是好像上次選舉那樣，只要有個人說他有間教會，他立刻發個教友證給我，雖然我是佛教徒，我都可以走進去那個投票那裡，我變了這個宗教界基督教界的選委的選民，就可以投票呢是選基督教界宗教界的選委。那這個是非常之荒謬的情況。我希望呢選舉事務處是增撥資源，是無論是原地踏步，是繼續是選舉委員會，定是他朝變成的提名委員會，都應該呢是全面掌握選委或者提委的選民名冊、選民基礎。我知道部分宗教界甚或至呢是只要你捐錢捐100萬，跟住他就會提名呢你成為他那個界別的選委，那這個是非常離譜。最後一點我要補充的是副局長在這裡，就是關於藝發局的選舉、藝術發展局的選舉。那這個呢不是選舉事務處的，就是現在要管轄的，是民政事務局管轄，就外判了給公關公司做。但我不明白是不是因為選舉事務處的資源問題，因為選舉事務處是最熟悉選舉、對選舉程序最嚴謹、最有經驗，就算你不是收埋它在你的編制之下做，你可不可以由選舉事務處去給意見、去做監察、去協助呢，而不是外判給一間公關公司令到錯漏百出呢？好啦，針對選舉事務處的陳述呢我完成。跟住落嚟是政府統計處總目26。統計處主要工作呢是進行統計調查和操作統計系統，以編制各類社會和經濟統計的數列，例如人口、對外貿易、工商業、勞工、物價、國民收入和國際收支平衡等數列。本年度的預算開支是6.1億元。
這部分亦都是沒有議員提出修正案，因為大家知道這些統計數字對於一個城市一個地區的發展和社會政策是非常重要。但是我想議員都會有留意到，在2013年1月明報自1月7日起連續3日頭條報導事件可能統計處造假的新聞，令到香港政府的重大數據是低估了失業和"劏房"的問題，引起香港社會的廣泛關注。根據報導，有前線統計員在每月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中，約有一半前線統計員是涉嫌造假。例如在調查失業人士裏面，私自訛稱失業人士無意重返勞動市場，以跳過約12條的跟進問題，變相將大批失業人士視作隱匿，是減省訪問的時間來提高工作效率。有前線統計員揭露，署方相當重視失業數據，所以問卷有很大的篇幅是涉及失業問題，例如受訪者是失業人士，上司必定會覆檢，所以變相令到前線統計員有誘因是避開失業問題，即是希望他做回來的問卷是少些失業人士，令到上司覆檢的個案是減少，節省時間，是避免覆檢，避免犯錯。要隱瞞受訪者失業者無意重返勞動市場，關鍵呢是不能夠在7日之內隨時上班，這條問題上面造假。如果要做數催數呢，統計員就會私自填寫這個失業者未來7日是不能夠上班，然後訛稱受訪者失業者是因為想做家庭主婦，或者因為生病退休等等原因而脫離勞動市場，就可以大幅減少追問問題。因而失業者如果表示未來7日能夠上班，就繼續留在勞動市場，就要再問多12題，咁呢就會花多好多時間。中大社會科學系嘅教授呢黃鴻先生曾經多次發出報告，質疑官方失業統計數字唔準確，尤其低估咗婦女失業率。佢話真實嘅女性失業人口呢好多都冇包括喺官方數字裏面，學界個個都知都有懷疑，而統計員呢集體造假印證咗學者嘅判斷，好多失業人口變成家庭主婦，的確呢是令失業人數睇起嚟呢是少咗。佢估計呢是被隱埋嘅失業婦女呢可能有成萬人。我第二個係劏房，亦都有前線人員表示呢，大批統計員上門調查嘅時候呢，一旦遇上劏房戶呢就扮嘢啦，就話冇人應門，冇人應門就唔使調查啦。因為按照統計員嘅工作指標呢，調查一劏四嗰啲劏房住戶呢只是屬於一宗個案，就要進行四份問卷，即是收一份錢做四份嘢，咁所以就避得就避，就唔做呢一啲劏房户。事件可能令到政府嘅統計數字呢係低估失業率同埋劏房數目，長年冇反映失業人士同埋劏房户嘅實際情況。最後一個呢就係統計處喺2012年綜合住戶統計調查嘅空屋率呢係高達 10%至到 11.4%， 這個叫空屋造假，空屋率造假。2013年1月當統計處被指涉嫌造假的月份，空屋率突然是下跌到 8.2%， 被質疑是涉嫌造假曝光之後就收斂了。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鍾建華先生他說，以往住宅的空置率僅是 3% 至 4%，好難理解點解統計處嘅空屋率特別高，就算有誤差都應該係1%至2%左右，但係點解統計處嘅空屋率次次都係10%咁高嘅呢？佢建議當局每次調查抽樣復檢少部分個案，或者派高層同少部分調查員一同調查，而確保數據嘅真實性。但係呢之後嘅3月呢，當局經過接近3個月嘅調查呢，就發表調查報告，認為沒有足夠證據證明出現捏造數據的情況。身兼小組組長就等於自己啦，統計處處長歐陽方麗麗表示，不排除個別外勤統計員判斷有錯誤，即是無意的，就沒有跟足指引。小組建議統計處成立一個部門委員會，專責監督和協調調查的質素檢定工作，並就現行的統計處的外勤工作和管理系統作出全面檢討。但到今時今日呢，
都好像未見到這個所謂獨立的部門委員會監督統計處的工作。其實統計處在其他的估錯數的例子都很多，我不一一詳述。例如在人口推算方面就曾經出現很大的誤差，在1997年估計2011年的人口為779萬，但實際只是710萬，數字差已經是一成。而由現在去估算20年甚至30年後的人口，誤差一定會是更大。而根據以往實例，統計處一直都是高估人口數據，這些呢是專業失準或者是有心估大來到配合其他部門。我們根據這些數字其實是很難去判斷，但是呢政府要制定扶貧政策、人口政策、勞工政策，以致學者研究社會問題都要依賴統計處的數據，所以希望統計處是好自為之。最後針對統計處，我提出一個善意的要求，就是希望統計處在2016年的中期人口普查，現在這些撥款資源已經開始研究2016年的人口普查了，希望在一些基本資料上可以有所增加，例如在性別統計上面，除了男性女性之外增加 X 性別。另外除了統計同居關係、同性同居關係引入之外，都可以引入不同性傾向的選項給市民去填寫，因為如果沒有數字、沒有數據，根本就不可以有政策。雖然這些數據是比較難收集，可能市民也未必會如實去申報，但是如果你因為這樣而永遠都不去量度，就永遠都不會有這些數字。本人